私来进敌，速速离去，不得将今日所见传出。我说过我不闪躲，小仙乃是藏法阁的小仙士，如今他演得如何，可曾实现心愿？好，实现了心愿便好。不要，还不快走！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如果要此次而生的话，他难道是燕丹？会因他吗？不，不走，走啊！小红书。